擂台上的拼搏与汗水，荣耀与失败，都伴随着每一次的呼吸，融入我的心肺，流淌在我的血液中。我是疯子，我是杨森。好的，第三，摇臂哇，后手，直接要进去保身，摔倒了，断头有没有？直接跳断头。这个杨森上身位已经很直了，是。 这比较难，哦，砸了一下，杨森的头在里啊，但是我觉得效果不会太明显，对，并没有转换自己的手肘，所以在这个位置上并没有太好。从我们这个角度看，实际上并不是特别紧。果然出来了，哎，出来了，这个位置想要锁杨森的话并不容易。没错，再次地面砸拳，多次。 对于这种往下的砸击啊，弗雷塔斯如果单用手去拍的话，可能并不容易。很难挡得住，踢要踢杨森了。嗯，还想做断头啊，这个太难了。杨森地面砸拳，这一下很重，又是一拳，连续的砸击，再来一拳，哦，声音非常的脆啊。对，地面砸拳，还有砸击的机会，这个接腿。 啊，摔！好的，再到地面，就是要锁腿。这个应该是不太容易的缩脚跟儿。对，踢对手屁股，把自己腿抽出来。没错。在这个位置的锁技是非常难的，然后拿到这个动作，直接起身。杨森被拿到了下背，自己工资步，双腿抱摔，抱住。好的，到地面，还想断头，但是手肘非常靠外，没有。是。他这个每次抓断头的把位都不够深之后啊，是。让他体位再一次丢失了。 那么杨森现在再次拿到了上位，弗雷塔斯，连续往下砸击，现在回到了绳圈外，基本都没有。哦，足跟高，足跟高，吸十字固，杨森要小心，只要跪住就没有问题。好的，现在杨森，弗雷塔斯体能应该是下降的比较厉害，南北位的断头有没有？应该，我觉得有的概率比较大，对。 再往自己左边压一些，杨森，再往自己左边不停的转，啊，这边放弃了，控制住一边，这个勾不错，有机会。他是直接破掉了对手一侧手臂的防守，左手裸脚，转过去有没有掌队长的裸脚？啊，体位有点太靠前了，对，掉下来了，很容易被对方甩下来了。现在转三角，逆三角的一个十字固，逆三角十字，做成了。 啊！但是被对手推出来，拿住了手臂，右侧手臂，杨森十字固跨过去，有没有？把位是对的，这边是最后破开手的这一下，开始破开，哎，好的，挺胯，拍了拍了，哇！再来看一下这个终结的吻，实际上这个时候已经是拿到了，直接掰开手臂之后，对方也放弃了抵抗，哎，除了绝对力量和心理量差一些，对，啊，地面技术还是不错的。比赛结果，红方胜。